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平安。让我们一同来读诗篇十三篇六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弟兄姐妹，好吧，我们一同从座位站立起来。今天用开口来敬拜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耶和华是不是我们的山寨？耶和华是不是我们的盾牌？耶和华是不是我们的山寨啊？耶和华是不是我们的盾牌啊？阿们。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求告你，你应允了我，极难之中你是避难所，你是祸患灾害远离了我，因为我信靠你的名。我求告你，你应允了我，极难之中你是避难所，你是祸患灾害远离了我，是我践踏少壮士之和大蛇。耶和华我的山寨，我不怕黑夜的惊骇，耶和华我的高台，我知道你与我同在，耶和华我的盾牌，我的心不再怕伤害，感谢灾害远离了我，是我践踏少壮士之和大蛇。耶和华我的山寨，我不怕黑夜的惊骇，耶和华在我旁边，往日不到在我右边，你是这灾不能临近，唯要显明你的救恩。虽有千人不到在我旁边，往日不到在我右边，你是这灾不能临近，唯要显明你的救恩。
我，我的高台，我知道你与我同在，耶和华，我的盾牌，我的心不再怕伤害。也许今天我们的生活马路当中，我们带了很多很多的烦恼，但是我们父你说烦恼苦担重的可以来到这里，你就使我们得安息。父啊，今天我们就在你的家中，向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恳求你保护我们，祝福我们。主祝福你，保护你，是他的脸光照你，给你他眼恋眷顾你，赐平安给你。祝祝福你，保护你，是他的关照你，赐恩典给你，他眼恋眷顾你，赐平安给你。照你，赐恩典给你，他要
到全能，在你家庭和你儿女和他后代，直到万代，他的传承在你身上，他的慈爱直到千代，在你家庭和你儿女和他后代，愿他恩宠，愿他恩宠在你身上，他的慈爱直到千代，在你家庭和你儿女和他后代，愿他恩宠，愿他恩宠在你身上，他的慈爱直到千代，在你家庭和你儿女，愿他同在，直到万代，愿他同在，为你开路，做你后盾，在你左右，四围环绕，在你里面，他不离开，一定活在这城，活在前程，活在夜里，或是迷途，或是迷路，或是流泪，或是欢喜，他帮助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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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帝，感谢神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聚集在神你的殿中，我们要来朝见你，我们要来敬拜你。主啊，感谢神你的应许，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高台，有了你我们还怕什么呢？求主你挪去我们心中的惧怕，求主你亲自的安慰我们。主啊，我们知道凡事都有神你美好的旨意。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今生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来寻求你，寻求你的旨意，明白你的心意，天天活在地上，能够与你同心，与你同行。主啊，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每天的，主啊，能够来寻求你，明白你的心意，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在我们余生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做一个智慧人。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许许多多的人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白占土地。感谢主。主啊，求求你恩膏今早的讲员牧师，让他所讲的能够造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荣耀颂。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是奉献跟观赏家事报告影片的时间，请收奉献员进前来。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奉献的意义，让我们愿纳我们今天早上甘心乐意的奉献。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家人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家事报告。读经运动，今日的读经进度是到诗篇91至93篇。全教会阿摩斯书圣经笔试比赛，日期是在7月13号晚上8点在圣殿进行。家人们，今天只是报名截止了，还未报名的您，会后请马上报名啊！漫楼烈火特会是定在明年9月4至6号在荣耀堂举行，现在仍然接受报名中，
名额有限，请赶快向同工报名。下周日是三代同堂主日，三堂崇拜由林碧英指示分享。7月20号举行清泉营2.0，讲员是乌月梅牧师，有意参加者请向秋一执事或办公室同工报名。祷告培训，讲员郑慧清牧师，日期7月27号星期六下午2点至傍晚5点，晚上8点有公开祷告培令会。7月28号三堂的崇拜由郑牧师分享。敬拜赞美族灵与伴唱培训，日期是在8月3至4号下午2点至3点半，由来自台湾 Quavish 族领 Caris 姐妹带领，敬拜团员务必报名参加。诗歌分享见证公开聚会，日期是在8月3号星期六晚上8点，同样是由 Caris 姐妹分享，地点是在清福堂多元圣殿。家人们到时请保留时间参与聚会。三个卫理楼社交45周年感恩晚宴，主题感恩有你一路同行，日期是在8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地点是在北京大饭店，每一张餐券为100令吉，有意参加者请向办公室同工购买餐券。曼荣教区联合聚会，讲员来自台湾亚太儿少希望工程主师美菲牧师主讲，聚会共分为2天，第一8月30号星期五晚上公开聚会，入场免费，主题是华裔家庭跨代齐声唱。第二8月31号星期六早上9点至下午3点半，主题华裔家庭跨代圣经教育一日营，到时请大家保留时间参与，欢迎祖父母、父母、孩子及儿孙一同报名参加，一家人共聚一堂，快乐地来学习约翰福音。现在我们来看看各团契的活动报告。乐林团契今天下午5点有聚会，节目是校庆节及生日会。乐林团契今日阿郎乌林有聚会，节目是好情者更相立会。冰蛋小组星期二傍晚7点，节目是庆祝生日会。圣灵之夜祷告会星期三晚上8点，地点是在多元圣殿。成年团契星期五晚上8点，节目是编排下半年节目以及见证赞美会。清晨团契星期五晚上8点，节目是精打细算。姐妹会来临的星期六没有聚会，暂停一周。少年团契的契友们请留意，来临的星期六没有聚会，暂停一周。青年团契星期六晚上8点，节目是敬拜诗歌游戏。报告完毕，谢谢收听。这时候请弟兄姐妹观赏嘉年华的这个的影片。家乡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的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击打的赞美，来向
山，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永不更改，直到万代。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双手荣耀归
天早上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十三章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以下是正道的时间，有请林继宰牧师为我们今天早上正道。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也欢迎线上的我们一起聆听啊。好，我这里呢做一点补充报告。PPT 可以出来了。好，那第一个报告呢，就是关于上一次我讲的这个666兽的印记，因为敏感信息，所以不能够放在 YouTube， 所以我们已经把它上传到 Rumble 啊，所以今天的也是敏感信息啊，今天呢会比上一次更敏感啊。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讲完，我一讲完就会立刻下架，然后转过后同工就会在一两天内转发上载到 Rumble。 那么 Rumble 网页在哪里呢？网址在哪里呢？你只要看我们教会的 YouTube 下面下方一定有提供这个链接给你啊。所以线上的弟兄姐妹请记得哈，你点击进去，只要点下方的链接 click 进去，它就可以转过去这个 Rumble 的网页，那么你就可以聆听了。好，所以这个是讲一下哈，因为敏感信息不能够放在 YouTube。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清泉营呢，我们还在招生，希望弟兄姐妹们呢都可以报名参加，因为这个是一个大扫除。那么我们工作者是80块，学生是60块，那么我们还提供午餐呢、茶点呢，这些给大家享用。那么我们清泉营的日期是在7月20号，7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傍晚5点或者到6点。好，主要处理5个主题：饶恕、罪疚、羞耻跟定罪，还有3略带的伤痛中走出来，4医治被遗弃的记忆跟伤痛，5从拒绝到接纳。我相信这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状况跟问题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珍惜你的生命的成长、灵性的成长，那你一定要报名参加。好，我们一次过大扫除哈，一次过清理自己的生命，调整自己的生命。好，然后让我们从这些过去的原生家庭也好，或者过去的一些经历里面，从伤痛里面走出来。好，所以请大家会后可以向我们的朱棣执事报名，报名的时候顺便一起付费哈。还有最后一个报告呢，就是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呢，我们有3个会友跟教友安息主怀。第一位呢就是这个于慧华老慧母，90高龄安息主怀。另外第二位就是这个我们的郭敬良弟兄，66岁，也是安息主怀。另外还有一个是昨天这个陈雅来弟兄他从泽罗布老人院火化了送回来，我们在宣道堂也给他做了这个安放骨灰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所以我们最近呢就很多这种白事三事，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谁家里有面对这一些这样子的事情，那你可以私下为他们祷告，或者私下也可以进行家访或者慰问，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为着这3个家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这时候特别奉耶稣的名为着我们于慧华老慧母的家属还有郭敬良弟兄的家属，还有陈雅来弟兄的家人，为着他们这3户家庭来祷告。神啊，求你特别施恩，求你特别怜悯，求你特别恩待他们。当他们在面对失去亲人的悲痛里面，主啊，你是他们的力量，你是他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随时的依靠，随时的力量。让他们在旷野，让他们在伤痛，让他们在失去亲人的悲痛里面，他们在你里面，在基督耶稣里得着意外平安与安慰，让他们也在圣灵的团契里面，他们得着主你自己的医治，也让他们在圣徒的团契当中得到弟兄姐妹们的关爱关怀。主啊，帮助这3户家庭的家人，让他们的儿女子孙都在你面前，他们回转向你，经历在基督耶稣里那一切的福分。虽然生命纵有泪水，纵有伤痛，但在你里面我们有永恒的安慰，有永恒的生命，也有永恒的福乐。愿主你将这样子的一个信
望爱放在家属们的心里面，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也特别奉耶稣的名，为着今天早晨你的仆人要传讲的信息来祷告。奉耶稣的名，我捆绑一切恶者污鬼邪灵的搅扰，退去离开我们当中。我们宣告羔羊耶稣的宝血遮盖你自己的仆人，遮盖在座实体聆听的弟兄姐妹，还有在线上聆听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这个信息能够传出去，让弟兄姐妹得到警惕，得到提醒。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高牧你自己的孩子的口说当说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